地方真的好棒哦。这边呢是一个小的 meeting room， 然后客厅。Hello, Chai. Welcome to our party. 这边是餐厅、厨房，还有客厅。Yo. Hello, 是我的好朋友 Chai. 耶，是一个超级大模特，超模来的。获奖了，获奖了。马来西亚小姐冠军。耶、yeah. ，这个也是选美什么来的？亚军第二名，那也很厉害。OK， 对，好久没有见到他了，因为他就是为了搞选美，然后一直都在忙，然后之前就一直没时间见面，然后现在搞完了，终于有时间可以庆祝。对，今天一定要好好的喝一杯。对，所以今天要好好喝一杯。给你们说个小秘密，就是我就为妮美许了个愿，然后我希望她今天会有一个很美好的一天。这边是一个客人用的小餐厅，去楼上看看。Chai，哎呦，要不要上来参观一下？什么？上来参观一下。好啊。哇！所以这边呢是一个主卧和一个洗手间，这边也是一个客房，两个客房 share 一个洗手间，所以从这儿可以看到那边。哇，超漂亮的！真的超漂亮。我大哥弄这个房子光家具花了得有4-5万块钱。然后呢，这边还是一个 master， 一个主卧，很棒哎。哇，这是一个 walk-in 的衣帽间，还有这个厕所很漂亮，我带你看。哇，大浴缸，里面是洗澡的。最主要的呢是这个喷头，还有六个头一起喷水。六个头。对，你看一，然后怎么样？一二三四，然后那还有一个五，下面还有一个六。这地方太好了。对啊，很酷哎。这到底什么？这是我花费了9牛2虎之力，是这样说吗？这个球，哇，这球好大，你离我远一点，我怕它爆啊！我害怕。走了，走了，走。然后楼下呢，带你去看一眼。关了灯之后，其实效果特别好。等下这里就开始嗨了。对。哇，很炫酷。对，然后这边呢，也是一个房间。这边是外面，就是一层的单独出租的一个房间，这里可以住一个人，这边也可以住一个人，还有一个厕所。相对的呢，这个房间的另外一侧也一样，也是一个独立出入的一个小房间，有厨房、冰箱、电视、厕所，还有一个主卧。他这个房间呢，两边都是独立的，可以住4个人，楼上也可以住4到5个人。嗯，你要是想过来旅游，大家人很多，不知道住哪个酒店的话，就来这吧，就来这里啦。喜欢这里吗？喜欢，我觉得这个房子很棒，送给我吧。想太多，想太多。开放式。Simon 哥，我可以采访一下你吗？采访我哈。Hello， 我叫 Simon， 我在温哥华。嗯，大家好。嗯，相信大家呢已经见过他，因为生日的时候我有路过。这大哥对我特别特别的好，比我的亲哥还要亲。今天呢，其实也是，我想帮他的房子做一下宣传。可以问一下，你这个房子费了你多少的时间去装修吗？差不多搞了3个多月。三个多月，那大概花了多少钱呢？花了5-6万吧，就是买家具，主要是家具，没什么大的装修，因为它本身就是这样的。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你觉得这个房子是适合什么样的人来住呢？
我觉得这个人就是这个房子就适合一些比较多人啊，比如说七人八人来旅行啊，然后就可以住在一起，好像酒店的 villa 一样，就酒店就给不到这么多的房间可以一起住。而且大家也看到了，房间的环境都特别特别的好。然后只是开 party 也不错。对啊，也有 KTV， 也有很大的电视，也可以做饭，这些东西，这些都是酒店给不了的。价格的话可以透露一下吗？一晚上大概一个晚上大概700块左右吧。700块，我觉得其实还蛮值的，因为一个房间。因为我们有六个房间，只是你算下来也是100多块一个房间，对，一点都不贵。你如果住酒店的话，一个房间也至少要200到300块钱。对啊，还不如来住这里呢。这个房子呢，位于 Burnaby 的 BCIT 附近，也算是一个学区房，所以交通非常的便利。如果你在温哥华旅游，不知道住哪里的话，就过来住这里吧。谢谢三文哥，谢谢，给我们这一年的华姐提供 party 的场地，谢谢，感谢，我帮你拉点生意，拜拜，拜拜。今天节目就大概到这里了，跟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。I'm a traveling loose, cup of cinto, what wine and juice, bouncing all around game town, with a kickback on.